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呢，很多消费者都想要抢优惠。现在有网友就发起了一种叫做内湖卡，只要在台北市的内湖地区130家店消费，就可以有九折不等的优惠。办卡一张只要20块钱，优惠则是遍及了食衣住行通通都有。推出才一个多月，已经发行超过3000张了，未来还有机会扩大成台北卡，可以优惠更多店家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用内湖卡有优惠吗？有啊，当然，使用内湖卡在我们店有消费200元有送50元的券。就是这张专为内湖人设计的内湖卡，不但吃关东煮买200送50，在内湖130家店一卡在手，好康优惠拢会通。重点是参与店家生意变得超好。对业绩来讲，大概有1到2成的成长。那最大好处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我们店家来讲，就是一个资讯的曝光。别小看这张内湖卡，除了一般特约餐厅可以使用，就连补习班、KTV 甚至瑜伽教室，只要出示卡片都有9折到95折优惠。瞧，租书店原本漫画租一次9块钱，拿内湖卡就打66折。你可以选择放500看700，或者是说送一张这个，就是免费的租片卷一张。原本只是一群住内湖的 PTT 网友想要吃饭有优惠，没想到却扩大发行了内湖卡使用。目前发卡量达到3000张，一张办卡费只要20块，而且卡片背面还注明可以使用到天荒地老、海枯石烂，等于优惠一辈子，真的是有够划算。